在位置上坐了太久，感觉到肩膀脖子僵硬酸痛。有不少人是因为上班久坐，也有些人是长时间低头滑手机、使用电脑，姿势不良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肩颈酸痛。而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怎么吃也很重要。过去其实有研究有发现了，就是如果我们缺乏 B 群的状况，或是维生素 D 的状况下，可能会有一些发炎反应之类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平常时候补充一些足够的一个 B 群啊，或维生素 D， 那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肩颈酸痛发生的一些问题或几率。透过食物摄取营养，也能够协助缓解肩颈酸痛的问题，像是全谷杂粮类、坚果类，或是含有维生素 D 的补充品。另外，多酚类的一些食物、蔬果，甚至是无糖巧克力，也是很好的选择之一。因为肩颈酸痛它跟发炎有关啦，所以说如果我们平常时候吃的食物是比较可以抗发炎的，像是一些多酚类的食物，从蔬果啦，那有研究也说，或是有报道也说，跟那个无糖巧克力那些都有可能帮助嘛。那其实都是跟这些多酚类或是一些类黄酮具有抗发炎的物质有关。不过，想要缓解酸痛，也要注意，有些东西真的不能碰，或是要选择少量摄取，避免发生发炎反应变得更加严重。发炎反应其实跟这些油炸啦、烧烤也会有关系，所以如果多吃这样食物的形态的人呢，他确实可能体内比较容易慢性发炎，那发生肩颈酸痛的几率当然就会比较高一些。虽然吃这些食物或许能缓解酸痛感，但营养师也提醒，均衡饮食同样重要。另外，日常生活也要注意姿势是否正确，才不会让酸痛持续找上门，为自己的生活带来舒适便利。八大新闻沈秀玲、林柏智台北采访报道。